死了，留照片干什么呀？跟你说了多少遍，观众根本不爱看你那些狗屁玩意儿。拿出你拍《基督美少女》的随嘴，我要的是场面，不是剧情。这次我想拍一部自己的电影，《基督美少女》就是你自己的电影。杀出一匹黑马，会给公司赚来多少钱？如果不是这部片子给你的名气，哪有人会给你投资？可是那些都不是我想要的，我要的是情怀。别他妈跟我谈情怀，哪来的那么多钱？小伙子，抓住市场才是王道。可是那不代表我就要拍那些毫无内容的垃圾。垃圾？可现在观众就爱看垃圾。投资方现在不喜欢你的本子，你不改就换人，你自己看。你讲啊，总理喝多少啊？我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朋友给我打个电话，我才去接你的，就吐我一身。朋友？就那女生，还问我是谁？我是你男朋友啊，还叫我要好好照顾你。为什么会打给你？宝贝，你通讯记录里就我名字最多。你看你还是喝多了，还是还没缓过劲儿来啊。那个记得帮马昨儿衣服洗了啊。
这胡哥这不碍事儿啊，我拿瓶新醋。哎呦，你怎么跟你死鬼老爸一个德行啊？我当初离婚就不应该要你。我回来了，饭得了没？叔叔，爸爸，我今天数学考试得了100分。是吗？儿子，你真棒。妈妈，姐姐不吃饭吗？甭管他，吃饭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出去会不会失败？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，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。外面的机会来得很您感觉怎么样？这就结局。OK， 那这样，下周拿给我精简版。我不能拥有的 happy ending 就送给你吧。